cash it up.今天从这个斜坡滑下来，还蛮好玩的。只是一开始要克服心理障碍，就在那个断面要直接把它冲下来，没有勇气就下不来了。下去等不到人。你爸爸他们没有看到，有看到吗？好，走另外一边了。OK。OK。